哎呦，我真的好喜欢这件衣服哦，爆款爆款了这个。其实我们穿衣服是要根据自己的整个人的气质来穿搭的，这个适合他不一定适合你的。我之前在拍一个杂志的时候，就请我去日本拍，他说我们这次拍摄的这个规格非常的高，然后我们邀请到了帮滨崎步拍摄以及帮周杰伦拍摄的一个日本摄影师，然后我就很兴奋就过去了，而且就给我化妆，化了一上午，非常的精细，化了一上午，非常精细，化了一上午，然后化那种很大的那个眼睛，粉色的腮红，主要是涂皮肤颜色吧，一上午。然后我化完妆之后，就去到了人最多的一个地方——涩谷。他就帮你画涩谷109辣妹啊，就是109辣妹啊。最重要的是人最多的地方，那个十字路口，然后也有很多中国人，然后在旁边就说啊，那个是什么城吗？是吧？没有吧？他没有那么黑吧？太想看了，快快快！请看我的造型。哦，丑不丑？丑不丑？好油啊！天哪，换了个脸吗？这是？请容我说实话，这张太丑了，怎么能画成这样？很像那种玩了一个通宵的那种。已经睡得差不多了，在路边打车，我要回去了啊！上什么车啊？一转车马上撞了一车，感觉下一秒就。哇！等一下，这个是哇哇！夸不夸张？夸不夸张？太夸张了！照片出来之后，然后就被各大媒体转载说，再红的摄影师也治不了沈梦辰的土，跟我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太丑。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自己以前找不准这种穿搭风格的这种经历啊。那么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你们觉得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些人当中，穿搭风格比较差的，最不会穿的，趁着刚好吴副局长也在，他等一下可以帮我们改造一下，动个手术，有没有？就如果今天这么看，就是这么看的话，我觉得田园老师今天穿的有点太黑了。我不黑吗？不是，你至少身上有一些金色，对。亮的元素太少了。对，他有可能全身都会比较黑。田园，你这个花是没有弄好吗？怎么这么皱的感觉？就感觉一坨呢。搭配。我觉得要我非要体委的话，那我还是选薛副局长。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就是因为就是考虑到这个人道主义，我觉得薛副局长今天这个弄得太湿了，不太舒服，对，应该换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千山暮雪》？然后就有点像那个男主那种感觉，戴个眼镜，然后感觉就是虽然说话很逗，但是人看就这种疯狂的神经质的那种博士的感觉，就比较冷酷中带有一丝帅。但今天看就有点像那种英国英剧里那种中老年绅士，我希望。你还真一语中的，中老年，你确实。头发有点沧桑。中老年啊。只是说风格，人还是很青春的。我想稍微换一套衣服，也许能回到我记忆中那个青春的样子。青春的样子，好 ，OK， 来接下来静雯。静雯，大胆的说，杨迪老师。啊，我是不是？就我觉得平常就是一如既往都是西装，我觉得可以换一下。我一直是比较保守那种。对，但是可以尝试一下。今天主理人在这里吗？我们大胆一点。好，我们来投票一下好不好？我们最终圆儿、这个杨迪，然后老薛，大家举手表决好不好？我们同意改造老薛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好吧，就这么定了吧。好，全票通过。哎，局长，我感觉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哦。那不然呢？好，那是这样，那吴副局长来帮薛之谦进行一个人工改造。来，掌声有请改造之后的薛之谦。好看，哇，可以啊，哇哦，
小心你的裆。哇，裙子要掉了。各位，不是要掉的问题。哦，好白啊 ，sexy。之前那个80年代、90年代那个有一个摇滚团体 ，Guns N' Roses， 对，然后他们就穿着就是比较 rock 的 style。我一看到这个，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也愿意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我们就可以试试看，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哎，我有看到那个建豪哥有把他的这个放在这里。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感觉？我觉得挺好看的。还可以啊，不是别的不说，比你今天年轻了。飞了，没想到他这么难穿再飞。不要乱转圈，哇，重力。对，穿裙子你要注意一点。对呀、啊，小心走光啊、哎。你做一个，那个闪电，刚才闪电的那个。啊，这个是不是啊？明白。穿丝袜配球鞋那个。什么鬼？好恶心啊！没有咬唇。没有咬唇啊。太娇俏了，太青春。满意了吗？满意吗？满意吗？我这样可以吗？可以。谢谢。其实穿衣服穿任何东西，我觉得就有三个主题嘛，自由、舒服、随性。我觉得你最后是在穿衣服，而不是衣服在穿你，所以都 OK 啊，都 OK。你在穿衣服，不是衣服在穿你。我突然间想起来，大表姐，也是我们湖南人嘛，刘雯，因为我也问过她，我说哎，怎么样才能够穿得像你们一样，就是很时尚。那你就你喜欢就好了，就你刚才说的那三个词来。第一个是自由，舒服，随性，对的。我想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任何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是最适合你的服装。好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紧张的时刻，就是我们火星情报局第五次会议结束。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重大的决定。哎呀，哦，什么？接下来两期行动国选播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火星情报局第五季以来最残酷的特工末位淘汰赛。啊，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从第七期开始，每期排名最末位的那位特工直接离开。啊。所有都算上吗？老特工也算吗？所有老特工，即使是五季全勤的维维。天哪，我一期都没有落过，是因为我热爱这个舞台。没想到下一期就落下了。哪怕是我10多年的兄弟田园，天哪，该淘汰就淘汰。元哥就靠这个10多年的兄弟了，太，不然早淘汰了。哎。局长，我们位置都还没坐热，马上就要淘汰了啊！所以，请各位做下准备。我们接下来今天最紧张的时刻，三个人当中有谁会留下来？